为什么要来参加《越赛旅途》这个节目？第一个，《越赛旅途》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去寻找一些可能即将被遗忘掉的一些声音，这些声音传承着上百甚至上千年来我们老祖宗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活。对于我来说，乐在旅途，你也可以理解为乐在旅途。我觉得有音乐的同时，我们也要享受我们的当下，要享受我们每一片刻看到的美景，我们碰到的每一位嘉宾，我们听到的每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是来乐在旅途的意义之一。咱俩上次聊天一直在聊音乐地图的事儿，一直想给这个音乐地图起一个名字。为什么这两天你给我发了条微信，想出来一个名字叫音乐山河图呢？为什么要叫音乐山河图？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养育着我们每一片土地的人，每一片土地人风情不同，民俗不同，文化不同，承载的记忆也不同。然而记录我们这不同的方式，其中一种就是音乐。我想一笔一画的把这幅音乐山河图用我们的方式绘画得更加的完整。咱们当时起了一个名字寻音乐队，我们就不可能是一个人，所以我们请来了两位跟你同样热爱音乐你的小伙伴。是的，席地银跟胡夏。是的，进来不要玩了。他们是飞进来还是跳进来？飞进来华贵。我是一个半路出身的导游，我司机。我们寻乐队又有司机了，又有导游了，我呢就在旁边坐着就好了。我觉得我作为这个导游，我想给咱们这个乐队每一次出行都做一个攻略，比较好的攻略。对，到时候也带上我的小相机，到时候给你们给大家拍拍照。我觉得可以记录一下，我们每个人在这一次旅行的点点滴滴。老胡西林，然后我们每到一个城市，离别的前一天，我们会用我们的声音，我们的音乐，在当地留下一场属于我们的路演。路演，对。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发现的声音，也有可能把它融汇进来，变成一种新的方式。对，没错。然后哇，这个很棒。对对对，最后一句，你仨一块喊个三二一，越在旅途，我们来了。越在旅途，我们来了。周深，我是草原。今天是我们越在旅途第一期我们就来到了美丽的舟山。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在舟山这边，它的舟山锣鼓和渔民号子这两个东西都还挺有意思的。对，这还得自掏腰包，也会跟导演组一样。但是我没有支付宝。他突然就没有了。
他来到这里突然，我感觉就刚才就没，哇，35块，突然就没有了，哎，没开多远吧？导演组说，请前往滨海公园寻找神秘嘉宾，关键词：童年男神。童年男神，童年男神，童年男神，就是小时候的男神。不是，这个普通话不太利索。童年男神，童年男神，是的，亮晶晶，亮晶晶，还有伸手，伸手，矫健，矫健，伸手矫健，你能不能不要大喘气儿？伸手，矫健，他是可能眼睛亮晶晶。眼睛亮晶晶，眼睛火眼金睛。那我觉得火眼，哎，火眼金睛，孙悟空，谁演过孙悟空？六小龄童，六小龄童老师，童老师，童年男神也是啊，也没毛病，身手矫健，也对也对。哦，我们要去接六小龄童老师啊！我的天啊！还有谁？童年男神亮晶晶，身手矫健，应该是拍过那种武打的那种老师。方世玉，方世玉也算张卫健老师。张卫健老师，对，那就身手矫健，张卫健的健。哇哦，我亮晶晶，脑袋亮晶晶。哎呀，脑袋亮晶晶，你还行。说对不起，我们脑袋亮晶晶，你这一下子留在了所有亮晶晶的人。不是，我觉得他应该会跟我们说一下吧，为什么这三个关键？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身手矫健这个事情可能会在你身上用一下。应该要到了吧？滨海公园。哎呀！我们来到了滨海公园。好嘞！哇，天气好好啊！对，天气真的不错。怎么找啊？关键这儿这么大。他应该会在哪里假扮一个游客？问一下路边的。可以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很低调的人？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明星在那边啊？应该是一个明星吧？会员没有。艾哥问问旁边的人，这边有钓鱼的。叔叔，你是在这钓鱼吗？钓鱼啊！哇，你这杆子好炫酷。这还好。今天有收获吗？没有，还没钓到。还没有钓到？对，一条鱼都没有。请问你一下，有没有在这边看到一个明星？啊，张帅哥啊！张帅哥，哦，那边在哪边？哪边啊？哦，对不起，对不起，哦，谢谢，谢谢这位帅哥，谢谢，祝你钓鱼顺利。张帅哥，这可爱型，张帅哥，那我们猜对了。那，看这位钓鱼老师，我觉得他的姿势。我觉得一看就身手很矫健，很矫健，很矫健，像他演孙悟空的时候。这个帽子，这个背影，帽子还没见老师。凉风有信，凉风有信，秋月无边。哎，与我私交的区区任务，度日如年。虽然我不是日。欢迎张卫健老师。对上暗号，非常暗号，非常暗号。杰哥，你这个线都在旁边喂。嘿，来了，这不来帮忙一下？真的有掉上来吗？这个是愿者上钩。对，怎么着？哦，我们今天第一个要找的是渔民耗子。找渔民耗？渔民耗子，就是劳动耗子。哦。这样子，那要打个车吗？我们有车。那我坐你们的边车。没有，来，你的就可以了。给我们胡师傅打个五星好评就行了。约在旅途由健明集团龙骨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骨壮骨颗粒。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我们是去定海古城。舟山位于中国的哪一个方位？哪一个方位啊？在浙江。舟山市是我国首个以群岛设市的行政区，这里有普陀山、离岛微城、圣思列岛、渔都港城、沈家门、
历史名城定海就是我们要去的，这里可以领略海洋、海岛画卷，体验地道渔家风景，处处最旅游。鱼米之乡，介绍完了。西林是我们这旅游达人，是这个团队的这个活地图。对，我是大家的导游。被唱歌耽误了的导游。导游。对。嗯、对对。被唱歌耽误了的导游。也不耽误，一边唱一边导，可能就没活了。也不会啊，你发起一个新行业叫唱导。唱导。哎。要为大家唱导一下。然后以你的实力，你也可以有空的时候。做导唱，白天晚上都安排好了。对，晚上做导唱。天哪！我们现在位置在这里，在这个入口。那所以怎么着？我们应该是往下面走吧。现在去哪里吃饭了？啊，我们现在开始走一走。我们现在去吧，去其实逛一逛。好。感受一下这边的古城，先感受感受。我估计也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对对对，当地特色。这是茶馆吧？什么？应该喝早茶吧？喝早茶？这是茶吧？你看有早茶，有下午茶。对。哎，我听到前面有人唱歌，哎，我们听到了吗？有，听到了音乐的声音。街头，街头，街头。我们去看看。街头音乐。哇，好酷啊！一个女生拿吉他，一个人弹唱。哦，哇，唱得好啊！学了，太学了。唱过了。请问一下，你们是舟山本地的吗？对对对，对我们这边这个乐队的氛围还蛮好的。好像下雨了，哎，我们把天唱晴吧，我们唱一首《晴天》。唱吧。晴天，还真会，还真会，可以。那一天我怎么看不见城市的下雨天，我好想再听一遍。山顶的朋友，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得到爱情的那年，也许都好一点。从前来，吉他给我。来，要听什么歌？真真假假。真真假假是吧？对。行。
来放伴奏吧，来放伴奏吧。失去恋爱的装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同日不说话，身似真似假，爱得如如吗？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或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你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或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是吗？恋爱总有幻觉，恋爱总有假话，真真假假不要追查。再爱一次好吗？以后继续试啦，错错都对不起你吧。真也许会害怕，假也许更好吧。真与假又何用？应该睇下真真假假，只要相信。这边来，哎，那说的是不是这个呀？欢迎大家来到定海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定海生活民俗馆，让我们一探究竟。所以你有做攻略吗？有没有？这里就是我们，听到了吗？我开始喊了，渔民号子，这是渔民号子，是的，在喊号子。这是那个渔民号子，渔民号子，对，走。老中青三代，太棒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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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好，叔叔好，谢谢谢谢，不客气。哎，刚刚是那个是舟山渔民号子，舟山渔民号子，号子。我们今天要找的就是他，对，就是喊这个是干嘛的？渔民出海捕鱼要靠三样东西，一个竹篙撑出去，第二个藤帆升起来，第三个就是靠摇橹。摇橹，否则这个船在海上不会动了。哦，因为大家要统一它的节奏和动作。统一节奏就是靠这个口号。对，其实就是跟江里边、河里边挖桨一样的。哦，能不能教我们一下？行啊，没问题、一句一句来。哎，可以啊，可以啊，来，来，这个橹给您用，给您用，啊、来。这个手拿着这个啊，我们舟山渔民是左手拿橹，右手拿橹带。你看，你看，这个手出去了，这个叫跨出去，这个手推出去，往外推。好好学。我先走一下，你看一下啊。老爷先走一下。耶喽吼嘞，呀啦喽。等一下，等一下，哎，怎么了？啊，表哥，对，就突然认清。刚刚你喊的那些是，我们就还没学那个喊哪一句是喊什么？词是什么呀？耶罗河嘞，耶罗河嘞，哟路个河嘿，哟路个河。家里喽，怎么每一句都不一样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每一句都不一样，一直摇到回家为止。为止，对，两个小时也可以，三个小时都应该。它有几个拍子反复的，但是你们的句子都不会重复的呀？会重复，就是说有专门的一段，然后它这一段是重复的。那中间还可以喊呢。嘿上过呀，嘿走嘿走，神仙游啊，嘿走嘿走。
朋友要嗨坐嗨坐，就跟我们现在街舞一样的那种喊呐、啊，坐这个这个啊，那还有什么呢？架不正啊，嗨坐嗨坐，架不正啊，嗨坐嗨坐，架不正啊，嗨坐嗨坐，架不正啊，开始划拳了，开始划拳。这个船是回不了家的。你身体好哎，您归根啊，今年76了，76，哇，还那么能喊呢、啊，能喊能喊，后边还有好多我们的舟山渔民号子里面的那个很多的种类，行说行说行说，刚才我们在唱的里边好多都是舟山的方言，舟山话哦，如果不用舟山方言唱。那没味道，没有那个味道了，差不多舟山味道。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耗子很多地方，就比如四川、重庆啊，他们也是唱四川干完活回来。哎，对对对，他们吼的基本全都是这个方言。哎，老师，有没有？请问有没有什么耗子是我们大家可以很快上学会的？哎，看谁说的标准，就方言是吧？哎，可以，没问题，来吧。跳老九啊，漂亮。好，我们一块来，好不好？好。红哥恰哈，嗨坐嗨坐。红哥恰哈，嗨坐嗨坐。一扎丁啊，嗨坐嗨坐。一扎丁啊，嗨坐嗨坐。哟个嘿西，嗨坐嗨坐。哟个嘿西，嗨坐嗨坐。嗨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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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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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坐嗨坐。OK 啦。好。吃到舟山海鲜了吗？没吃着啊。咸菜黄鱼都让你吃了，红烧带鱼都让你吃了，红锅菜哈你也吃了，你还是没吃到舟山海鲜吗？都在刚才的段落里面了，哎，都在刚才那个段落里面。那个西鱼西是吗？鲜又鲜呀，鲜又鲜呀。那我想问你一下，西鱼西呀，西鱼西呀。我这就是中国方言。你们喊到喉咙痒了、不舒服了的时候，你们怎么办呢？这明咽喉片啊，平时都在吃的，来叔叔，来这润喉的，肯定是很好的，我吃一个好吧？老师，您学这个云门号子多少年？从小就生长在海岛上，嗯嗯，那加上我的父辈、祖辈全都是捕鱼的，从小就耳濡目染，哦，就听着这个鱼歌，听着这个号长大的，哦，就生活里面全都是，对对对对，就平时洗澡的时候都有，这个呜，叫叫，嗨，是不是？就这么来，就这么来，吓一跳，就这么来，您我们在这两天。您看明天我们也有空啊，又要不要带我们去，我陪你坐海天去哪里一下好不好？哎，可以，我们在海上还可以聊，还可以，我爸在海上，我爸那个耗子好多耗子都聊跟你聊，可以吹行吧？好，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就是我知道您是从小就是耳濡目染，就是学到这个东西嘛，但是为什么把这个非遗文化就是一定要就是作为师傅去传承给后代？我们这些那个舟山渔民号子也好，舟山渔歌也好，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种宝贵的优秀的海洋文化，如果我们这一代下一代全都没有了，老祖宗留下来这么好东西全都泡汤了，全都进棺材里面去了。对，可能大家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越来越便捷，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会接触到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像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寻找它，还是我们用其他的方式融入到现代的音乐当中，让更多的小朋友年轻人可以听到感受到，哎，能够了解到，对，能够了解到，哦，原来我们中国的那么多的号子，那么多的民歌这么有意义，这么有生活气息，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去感受当年我们祖辈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说我非常的是感谢你们这些小年轻们啊，特别是你们小年轻们能够把我们舟山的渔民号子，把我们的舟山渔歌能够结合到现在元素的音乐里面去，容易让那个小年轻们都接受，喜欢，才有这个活力一代一代往下传。老师，我们能不能最后再来一段，就是朋友与朋友之间道别的？那个祝酒歌呢？哦，祝酒，还有祝酒歌，有舟山版的祝酒。舟山版，来来来，天蓝蓝呀，海蓝蓝吧，来吧，我们一起来吧。好，
天蓝蓝呀，海蓝蓝，嘿嘞嘞呀，千里有缘来舟山，列军山呀，多个朋友多条路，都条路啊，请你一定喝个够，喝个够呀，让你多喝点舟山的老酒。好，我们现在就去喝，好，好吧，来，走，来来走走走走，我们喝个够。我们继续向前行，出发！哎，你的怎么这么快啊？哎，我的车真的有点快。你们好快啊 ！Let's go！ 走！你们可以稍微快一点点吗？超车，超车！超车啦！风景好美啊！能量补给站，这里休息一下吧。这里有牛奶喝啊，这不是月鲜活吗？这奶有什么有什么好？好在哪里 ？A 二酪蛋白的就是如果有乳糖不耐，你喝了也没有问题哦。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比一般的更多。0.09是什么意思？0.09秒那是它只用了0.09秒去杀菌。0.09秒就杀菌了，这是它的特别的技术。大家试一下，干杯。干杯，干杯，耶！就我们第一次，干杯！怎么样？很好喝，很鲜。揣进我的百宝袋了。大家觉得旅行有什么？对你们来讲有什么意义？旅行的意义。旅行的意义。哇，突然变很大哈。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我比较看重的是带给我的回忆。嗯。因为最后你旅行完了以后回来，你可能你最印象最深的不是说你攻略上你去过的这些地方，可能你打卡的这些地点景点，但其实就是可能你跟你身边一起去的同行的人，可能你们一起骑车的这个时候啊，你们一起可能漫步在无人街道的时候，就是这些时候其实反而是比攻略上那些东西记得快乐少，更有意义的。休息好了吗？哎，睡好了，西林，我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吗？我们要继续往前走，我们继续向前行。好嘞，那走吧。旅行的快乐在于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在哪里，反正就是很开心。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这个悠哉悠哉的感觉很不错啊。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我们要飞。走了，走秀去了。哎，我们要怎么走秀啊，总监 ？OK， 作为一个 T 台的那种模特走秀的，哪种？就是那种，就是那种高端时装秀。你觉得什么样的步伐比较适合我们现在这个？首先，你的双手要这样，找个灯。双手要插兜。对。这样插行吗？这样插，那我们就都这样插吧。啊，你确定你这是高端乡村大舞台 ？OK， 来吧，来吧，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最喜欢的歌是什么？就是说，比如说小时候自己印象深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旋律啊。你呢？很多啊，但小时候最早最早我印象里的一段旋律是那个妹妹你大胆你往前走啊，这是你印象里面听到的第一首，我应该是听到的第一段旋律，第一段旋律是我很小的时候坐在我爸爸的肩上这么架着我散步的时候他唱的歌。我第一个对音乐的印象就是京剧。京剧，京剧，对，因为小时候我爷爷就跟你差不多，也是一边抱着我一边听京剧，所以京剧一听到我就会感觉到是在爷爷的怀抱里。哦，我突然想到我有一首很有挫折的歌。为什么呢？就是我跟我太太有一个戏我们一起拍的，然后就是因为拍那个戏呢，我们后来就谈恋爱了。张三丰吗？不是，张三丰他没拍。机灵小不懂。机灵小不懂，他也不在，也没在。我总能猜对一个的。好，你猜。方世玉。不是。你看又没对吧？那个戏呢？那个戏叫《陈梦吉传奇》。陈梦吉。就没有很多人看过的。然后呢，就那时候还没谈恋爱，有一天呢，就我坐着，然后呢，他就一边往我这边走过来经过，然后一边就唱，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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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灿灿美，我今天今天起最美。我说，哎，等一下，还等一下，真的，等一下。然后我说，你很喜欢这首歌吗？他说，没有啊，讨厌死了，难听的要命。然后想走了，等一下，等一下，难听吗？你知道谁唱的？他说：“哎，我管他。”我说：“哼，我唱的。”然后他说：“哦，是吗？”真的，然后就走了。然后我就说：“这个女孩有点性格。”原来是这样子。他越说讨厌，我就觉得。哎，越有意思，有意思。你看，因为音乐，总结得好，是不是嘛？音乐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Interesting。舟山，很多人也是第一次来吧？对吧？我是第一次。建哥，哦，不是，西林。然后他是第二次，我也第二次，但我上一次也很匆忙。然后今天我们刚好来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然后是大家可以给第十期的自己，或者是给第十期的节目，或者是给你此时此刻心里想到的任何一个人，留下一句话或者几句话，然后可以把它留在那个明信片里面，而且是声音的。那我知道，就是有声明信片，留声明信片。对对对。那它那个纸上会有一个什么东西把它，它有波形吗？还是不是？过去就知道了。有谁现在想到了什么样的话想说，或者想到谁想去的吗？有没有？有啊，可以啊，可以啊，好啊，去吧，去吧，去。要打车吗？就在这儿。要要要要要要！就那么近啊！去吧，最后才会知道说了什么。不是，十字剪刀布，来，我还没有。来，可以，我还没有啊，现在。我也还没想到。既然都没有想好，那就十字剪刀布，来吧。什么赢了去还是输了去？赢了先去。来，好，来吧，三二一，走。好，切割！你们还起来了吗？天选之子，好，天选之子，好，先去。好，那第二个还要继续吗？我们就对，先让他分享一下自己写的感受。他的魏建哥现在在跟谁说？然后说的是什么？老婆。哎哦，我觉得可能就给自己家人，不一定是老婆。就这样。谢谢。好了，我已经听好了，可以问吗？到时候你们看就知道啦。好吧。第二个谁想好了？我去。哎，真的想好了，可以。我真的想好了，可以。我是孟慧圆，我想要对十七以后的每一个看这个节目的观众说，我想对最后一期的我的。队友们说，
今年2023年，距离2013年出道已经10年。我想要对第17的说一句话。好。OK。拜拜。大家来到我们的星空音乐会，大家好。然后在这里要邀请一下希林，可以合唱一首《橄榄树》吗？可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非常感谢希林，谢谢谢谢，非常开心，非常开心。配合的贼好，配合的打了个啥？不好吗？好不？交接交接交接。来来来来，我有一首非常应景的歌，而且我从来没有在雨中唱过。我想要把这首叫做《阿尔茨海默的爱》这首歌送给在座的所有人，还有我们背后的大山。然后希望我们所有人和我们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都能够永远拥有一份不被遗忘的爱。哒滴哒，时间很忙，我们一起老了，却没能一起忘。哒滴哒，你慢些忘，别忘了我的模样，忘了吻我脸庞。你总在的地方，还是初见的河旁，坐在大树下乘凉。那些情话，我怕过太久，你记不清啊。我有太多话要讲，一平凡的向阳，就算终究被遗忘，那也比不上我去。那会员来吧，好，加油，来来来，还有一个任务呢，加油加油。One two three go。春天来临，悄悄地试着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轻轻脱俗的有故事意，你在天南西，草洋洋街。你的笑容无比
个吗？那才是副歌啊！我唱的就这样吧，就这样，这个就是副歌。1, 2, 3，我们在白白净净的湖面，在海域的季节。已经开始很久了，你知道吗？那就我们在你到你先找个调。五六七，我们在白白净净的湖面，在海域的季节。会员来舟山感觉怎么样？我感觉舟山特别漂亮，而且这边的海鲜让我食欲特别好，看见什么都想吃。是吗？嗯，那我就真的特别羡慕了。我儿子就是食欲特别不好，什么都不爱吃。哎，我有一个，就是你去尝一尝这个龙母壮骨颗粒，小宝宝吃了以后会就是让他的食欲不振得到改善。是吗？嗯，对。哎，赫赫，快过来，快看会员姐姐给你推荐了什么。龙母壮骨颗粒吃完之后食欲好，长高高。我们回去尝一下试试好不好？行。去捕鱼，然后我们也要跟着吴师傅一起去喊耗子。好。昨天跟我们一块来的张一健老师呢，他今天为什么缺席了呢？是因为他已经在白沙岛等着我们了。啊，昨天的我的耳朵。王师傅，您的表弟昨天记不记得您的表弟哦，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的大哥，我们的大哥戴帽子就是跟您比赛。我们的大哥江伟健啊。耶，人呢？他怎么不跟着我们一块出海捕鱼啊？因为我们分工搭配，健哥他去那个白沙岛找了一个地方等着我们满载而归。满载而归，现在说不定，为什么呢？我们这个船啊，待会儿去下网去看一下，到底能捕上了多少不知道。今天捕的能够我们中午吃就行。白沙岛捕鱼，它现在全都是没有篷帆的。对对对对，我们捕鱼的时候都是木帆船。啊，浅滩上面，船那个竹篙下面的水深还能够够得着的。啊，用竹篙撑出去。啊，到竹篙够不着的时候，我们要把篷帆升起来。啊，哎，明白，黄师傅，那有没有您觉得就比较精简一点，适合现在我们这个场景的出发的一个耗子？已经现在是出发的，我们海南出发的耗子，来来来，好吧，来，好。Yellow ho hey，Yellow ho hey，Yellow ho la，Yellow ho la，兄弟们啊，兄弟们啊，海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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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把劲啊，加把劲啊，海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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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木水啊，金木水啊，海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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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木冲呀，银木冲呀，海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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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很棒很棒很棒，可以可以，很顺很有劲儿，发热了吧？一点也不冷，对，出汗了。
我觉得这个号子，我觉得一定作用，让给大家鼓劲儿。对，五一前还有一个作用，我觉得很好热身，就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一个是拓宽网的宽度，一个是能够让它下去，让网沉下去。是啊，它网拖会大了。对，拓宽。哎，我说是这样来打鱼的，一开始我以为是要上到船上去钓鱼。现在这个阀门关住了，这就是我们这个船在开，下边的渔网在下面，兜着那个鱼呢，把鱼兜进到网里面去。啊，这个兜着，真的，这个一般捕多长时间？正常一般半个小时。老胡呢？嗨，朋友们！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并无不许天亮走到天黑。嘿嘿，自我取悦，这么晃的，如果还有梦就醉，放不上去了，太糟了。起网，检验结果的时候到喽！哦，看到那个球了。好的，准备啊！你拉紧那个黑座，黑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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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拿直播亮晶晶啊？谁拿直播亮晶晶？一名耗子。它就是劳动人民的一个智慧结晶，就是大家齐心协力的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事情来鼓舞。为了美好的生活，不惧风浪，充满着他们的勇气。黑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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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来了，要来了！看一下，看一下。哇！应该有的是吧？哇！啊，100斤左右，100斤啊！小螃蟹扔回去，回家吧。这个好大，这个大，这个大，这个大，哎，这个大，这个哇，这个超大，啊，这个大，这么大。这就是黄鱼，正宗的大黄鱼。黄师傅，当年你们捕的大黄鱼有多大？大黄鱼。这么大，十多斤重。哎呀，终于等到你们了，欢迎！哇，这是我们的鱼吗？哇！给你们准备了一座，知道你们辛苦了。这是我们刚才那个小花鱼，然后豆腐鱼。鱿鱼没有捞到这么大的了，鱿鱼没有吧？这是鱿鱼啊，这应该是鳗鱼，海鳗。不是鱿鱼，是鱿鱼。不是鱿鱼，乌贼。不是鱿鱼，乌贼。你不是乌贼，就是鱿鱼。不是鱿鱼，它有刺儿的，它有刺儿的嘛。鱿鱼，吃不就知道了。行，我们坐吧，坐吧。有道理，来吧。开动了，我不客气了，我很饿了。你很饿了，我没吃过哈、啊，我筷子没吃过。谢谢。啊，我最哎，男生自己来了哈、啊。谢谢。哇！哎呦，赶紧先来一勺啊！我是比较喜欢吃清蒸的东西。清蒸啊，清蒸有它原汁原味。海鲜对，就这没有，桌上没有。有啊，这清蒸的、啊，这不是椒盐的。清蒸的，椒盐的，清蒸的。我吃了这么多，你要不要舔一个？他是椒盐的，他这个椒盐的。我得亏这不是个美食节目，真怕垮掉。
平时有没有关于吃的美食的歌？是吗？美食？那这个你们一定听过，红烧鸡翅，我最爱吃，吃好吃到它的香名发疯，爱吃鸡翅膀。粤语，是烧蛙鸡啊，亦我中啊意啊食，对对对对对，烧蛙鸡，我中啊烧鸡翅，哦烧鸡翅，我喜欢吃，还有那个我在人民广场吃的炸鸡，对对对。还有买汤圆，买汤圆，买汤圆，对对对，买汤圆的红油圆啊，圆油圆，那个冰糖，都说冰糖葫芦甜，冰糖葫都说冰糖葫芦儿酸，然后酸儿酸里面透着甜，对，嗯，对，冰糖葫芦。到底这个是什么鱼啊？鳐鱼。这就是那个有一个尾巴的那个会放电的那种鱼，魔鬼鱼。不是魔鬼鱼，魔鬼鱼是小一点的，那个是魔鬼鱼。不是魔鬼鱼也可以很大，魔鬼鱼也可以很大，魔鬼鱼可以非常非常大，对啊，可以很大，你可以坐在上面啊。我潜水啊，哦，潜到海底，然后呢，这个教练就跟我说，那打手势啊。哇！魔鬼鱼就是，哦，你来，哦，在我下巴前面，哇，哇，比这还大，有这么大，这也差不多，这么夸张吗？哇！你们看背后。此时此景，很适合一首歌。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嗯，这很合适。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诱惑，凝望你沉睡的轮廓。好符合此情哦，此景。OK， 我们继续吃吧。我们吃完了，我们要赶往下一个地儿，不然今天待会儿好，没有睡觉的。哎呀，空气真好。跟着感觉走，什么来着？哎，这里就是山盟海誓的地方了。我爱你至死不渝。这个是感觉很好，我从这里望出去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蛮适合拍照的，蛮好看哈。给你们拍，这个里面拍好好看，快去坐着，把腿伸出来。这位朋友 ，yes， 这样显得很人很高。看我，三二一，好嘞。哎，好看，三二一。好，就站三下。对，好的。哦呦，这位朋友，哎呦，很会摆姿势嘛。哎呦，对，往后靠一点。好嘞。哎，这边好看。哎，你在这站着，这里超好看。真的开始疯狂打卡了。后面的三位，真的，我觉得。女生只要拍起照来，拍进去了就停不下来了。真的，我就为了拍照，都不知道被我老婆骂了多少次。你怎么把我拍得那么丑啊？我说我怎么把你拍那么丑呢？那你本来咋的？我就拍咋的？哇！哎，反正你帮女朋友拍照就是小心点，拍得好嘛，就哎呦，老公，你原来我在你眼里那么美啊！拍得不好嘛，你拍什么呀？你是谁？怎么我的腿那么胖啊？哎呀，很正常啊，是不是？都怪相机，都怪相机。摄影师、摄影师都很有共鸣了。嗯。什么声音？是不是有舞龙舞狮啊？在哪里啊？好像在那边，那边。这边不是，听清楚。哎。
别，好，离别，走走。那么突然呢？突然是那么突然，哇，好精彩啊，老师！请问各位老师，这个是不是就是中山锣鼓？锣鼓，对对，那个应该就是十三面锣。十三面锣。我好像听说，我们的舟山锣鼓在2006年是第一批被列入国家级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面的，很厉害，是第一批的。哦，介绍一下，这位我们周老师是我们舟山锣鼓的传承人。哇，周老师，老师。我们舟山锣鼓呢，最早的时候传记交通来招揽客人。哦，揽客。对，后来呢，到第二部分呢，就是在庆典的时候，就比方说我们要开鼓了，啊，就给他们打打气。对，热闹的为主。啊。然后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就是群众性的活动，参加全国性这种演出。明白，明白。要不要教各位来体验一下？来，来一首，体验一下。太想学了，好啊。那我学这个吧。十三面锣。学这个锣。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可以打鼓吗？可以，可以。我想学这个。学这个，好，那我打它。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船上的飘。上的锣。哦。这个好像有点复杂。这个对，有稍微有点复杂。我们敲第一段，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影子，我不记得了吧？那个可难了。我从头来下好吗？听到啊，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主要的节奏是配合。在你这儿啊？哦。就你要快的话，他们也要快。相当于 click。我放慢一点啊。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对对对对，好。对，打动打。你下去以后啊，起了啊，一、二、三、四、五、六，加个加个加个加。咚咚咚锵，还有咚咚咚锵，哎对，这是舟山锣鼓的那个影子，有点感觉了啊，来吧，有点感觉，可以，可以合起来了，来吧，合奏，我就是个节拍器啊，大家跟随我的节拍，不要错拍啊，好来，一开始是。一二三，两个一二三，一二三，两个八拍 ，OK， 好 ，OK， 来，一二三，一二三，二三四。我们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好，太棒了！哎，老师，真的，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很快，我们周老师已经敲了30多年了。对，哦，周老师下面还有学生吗？现在有的。现在大学里面有一支队伍，然后小学里面有支队伍，各乡村都有，社区乡村里面都有队伍。这样，舟山锣鼓慢慢就传承下去。对对对对对，很棒很棒。
他们能传到现在，已经是代表着他们是多么的吸引人，多么的诱人。它其实也是我们的老祖宗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我们以后的那一代人，慢慢的去发现它，以及再做一些结合和融合，然后创造出更新、更好的东西。我们那个路演是不是可以把舟山锣鼓加进去啊？太聪明了。可以上，完美。那但是不要太复杂，因为我们时间不够。对对对，好不好？简单一点，简单一点。哎，你看，老师竟然给了我们一个这么大的礼物。嗯。然后我们也给老师准备了健民大礼包，然后家里有老人的话可以用一下。也祝大家身体健康。好的，好的，好的，大家身体都健康。谢谢，谢谢，谢谢老师。那我们继续出发。据说明天有个路演啊，是的，没错。大家来了这边有没有什么自己特别的感觉，能够让你想起心中的那一首歌的？这边，我觉得我们去这个白沙岛，不是今晚的小巷子啊，然后一个好像一个很浪漫的小岛的一个小串落嘛，然后现在又也还算是夏天吧。秋天了，秋天了哈，那我们就把它算成是夏天。可以，行。小城夏天你怎么看？哦，小城夏天，我觉得这种很适合一个开场的感觉，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唱。而且这首歌，气氛很开心。对啊，对吧？我们合唱这首歌好不好？好，啊、没问题。好，你还有一些什么建议呢？还有什么歌？你们两个女的要不要合唱一首？我想到一首叫《想去海边》。想去海边。嗯，因为我们今天刚好就一直在听着海浪的声音，我们一直在绕着海，我们在小岛。非常的应景，可以可以可以。如果两个女孩子有合唱，那三个男的要不要合？那来一个呗。可以啊。三个男生的话，我觉得可能小虎队。只要是三个男生，你就会想小虎队是吧？很多啊，很多三个男生的组合很多。他总是网，哦也是啊，他总是不留下电话号码。我们试一下，我们先试一下。我们试一下这个。十个调。好。One two three。他总是不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就算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想要的傻。哎，怎么样？这个歌怎么样？很不错啊。这个歌词很难哇、哦！歌词你看一次划不完的，一次划不完，所以别唱他们的歌了。歌词太复杂了，太多了。我们讲回我们三个男生唱什么歌呢？那就换一个，还是能他还是轻快一点，轻快一点，轻快一点。然后我们今天我们去到小岛这么美，那不叫对他爱不完，就对你爱不完，对小岛爱不完。对这个小岛爱不完，这首歌好，可以，这可以，这可以，对你爱不完。我觉得我们还需要一个在一起唱的一个歌，我觉得《恼人秋风》还蛮适合。而且他们这边的人很喜欢《恼人的秋风》这首歌。我想可能唱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会一起合唱。大家能一起风呀风呀，请你给我。对，我觉得就唱一首当地的居民们他们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作为收尾吧。可以可以。然后我看现在总共四首歌，我们再来一首呗。你们不唱吗？谁唱啊？就是独唱的那个独唱。没有吧？没有了。哎，那有。那你来邀请我啊！我说了，哎，没有人自己说要唱歌的。
我觉得建哥得单独唱一个。魏建哥要单独唱一首，因为那天呢、啊，在露营的那个新婚宴会的时候，魏建哥没唱歌。不用了，不用了，机会留给你们年轻人。大家都很想听啊。建哥是我们的大哥，必须得来一个。对，我们需要代表。因为那天在那个定海古城的那天呢，也没有听够。哦、你只唱了一点点假假，够了吧？不够。没有，我的成名曲就只有真真假假没了。谁说的？谁？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就是我们这里面，我说实话，可能对于，这边的居民来说，熟知度最高、听过的歌可能最多、最多的，一定是我们的建哥。然后我觉得建哥可以选一首，就是你觉得可能符合此情此景，比较适合唱的。对，此情此景。凉，风有信。相我思。好吧，既然各位诚心诚意的帮妹妹们，盛情就难却。好，好，我尽力而为。好，希望能做到不负众望。哪有什么不负众望，那简直是非常的荣幸。我想问一个问题，晚上我们会有锣鼓吗？我知道你说什么了，就是我们白天的时候说能不能加入一些他们的元素。对，我觉得对你来说可以加那个舟山锣鼓、啊、对，可以简单一点，可以带大家互动起来。可以，我觉得这个。那你们要不要在某个歌前面就是加那个号子，前面先拿一个号子，他们那个那个开场。我觉得号子可能在想去海边比较搭一点。对，海边刚好又是海边的号子。可以在歌前面先有一个 intro， 一个号子的 intro。对对对，我们可以试一试，然后再分一下词。可以，我们分一下词，可以。OK，Let's go， 来吧。对你爱不完，来吧。哎，对你爱不完是郭富城的歌。郭富城，你才知道啊？你们不是说小虎队？你没事吧？哎，那这个好分啊，这个其实就一段就好了。对，然后就副歌。副歌。能不能和你竭尽全力奔跑，向着海平线。可能演唱会有优力卖家，接下来是卖家的背景。对，爱不完。可以，然后合唱我们就下次，然后我们对到副歌的时候我们就互动啊，就一起大家一起唱就行了，以嗨氛围为主嘛。OK， 搞定，搞定 ，OK， 好。月在旅途由建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咽喉片开嗓时刻，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大家好，要看你们所有人吗？金黄色的热络。在海平线，也是慢慢摊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追的音乐，从等你下课到手写的从前。冒泡气质和你都是夏天感觉，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心动像风来的不知不觉，此刻只做主角你的出现。
别问爱人会有几个，换对眼熟秀爱为重，谁是谁的功成名就，风轻云游又如何。大雨淅沥沥淋得我心轻松，喝杯酒唱首歌，狂风咕噜噜吹走烦恼
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一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它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我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怕自己爱得像太阳。 Hey let's go， 胸中藏着一把火。 Dancing in the night， 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心，却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谢谢。为什么一阵恼人的秋风，他把你的人我的情吹得一去无影踪。随着那秋风，没有说再见，说珍重，没有留下姓和名。我追着风而去，我呼唤秋风停。一起来，风呀风呀，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是否他也真心怀念这一段情。问他能帮你，风呀风呀，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是否他也真心怀念这一段情。风呀风呀，不要去的那样匆匆，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能帮你。风呀风呀，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是否他也真心怀念这一段情。风呀风呀，不要去的那样匆匆，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在不断的行走的同时去了解，去看到他们，去发现他们，去把他们记录下来，然后再描绘在我们的这个音乐山河图里。当它完整的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哇，好惊讶，这里面有这么多的音乐记忆，你一定会觉得很震撼。我们都一起好好的去享受这趟旅程，然后一起把我们的音乐山河图完美的绘制出来。